家好，我是庭盈云，这次非常开心可以代表台湾赛区呢前往福州参加全球闽南语创作大赛。那这次呢是由我跟诺凡还有怡婷，我们三个要一起前往福州比赛哦。那为了这个比赛呢，我们可是卯足了全力，做足了功课，大家说对不对？对啊，而且不止这样哦，我们为了这一次的比赛呢，还特别回到了选手村，请老师帮我们挑歌、选歌，然后还有做一些加强练习。每个礼拜呢，都来到选手村报道哦。嗯，而且不止这样，根据小道消息指出，这个比赛呢，它非常注重于舞台的一些肢体还有动作的表现，所以我们可是卯足了全力去学了一些肢体动作，还有舞台上的一些魅力的展现，可以在舞台展现最好的一面给大家看。没错，对，你们三个呢，一定要为我们明日之星好好的争光打气，加油，知道吗？当然一定要，一定要来，快，我们三个加油一下，是不是？一起加油 ，OK， 好 ，OK， 一二三。